聊，第一阶段的不了了之。喜欢妹子点点赞、转发还有评论一下啊，双击评论666。这次录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，只许成功不许失败。很想知道你现在的消息，不清楚自己是怎样的心情，那个曾经只给我依靠的肩膀如今给了谁。累死宝宝了，这次一定能成功，这次肯定行。